我们接着继续早上的这个环保局的审查，第68页，68页有没有意见？好，请李光达议员。好，谢谢主席哈，局长，我们那个会计垃圾掩埋场哈，我们是根据这个这个回馈实施要点哈，来回馈790万1000元哈，针对这笔预算就交于局长哈，我想有污染才有回馈嘛哈，我想在这个风景特定区哈，现在还存在这个垃圾掩埋场哈，您知不知道我们地方的里民哈市民是持反对的态度？了解。有嘛哈？是。有充分掌握到民意嘛？是。那有没有定个落日条款？我想在这个高地的地区哈，现在还存在所谓的垃圾的掩埋哈，它的整个一个污水的往下的一个沉淀哈，对这个水质哈在跟我们的住户非常集中的一个有一些还在使用地下水哦，这个水质的监测如何？水质都有做持续的监测啦，那监测结果都是符合地下水质的标准。是，所以这个还符合标准。是，好，那你既然说知道里民反对、市民反对的话，落日计划大概定几年？去做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一些掩埋场其实现在要重新再找新的掩埋场是很困难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不只是地方，中央也是希望我们对于现在还在使用中的掩埋场都能够尽量保持它的弹性啊，把它列为，因为有时候台风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有一些暂置的空间啊，等等。什么台风？那现在它埋设的一些废弃物是什么哪一些内容？跟玉州报告一下，现在目前大概就是说每天的那个清沟里啊，或者是扫街有一些灰尘的部分，那扫街车的这个灰尘可能会暂时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有一些像大型的家具、弹簧床垫会暂置在那个地方。那基本上它不是那种像一般家户出来的那种会有一些比如说生垃圾这样，所以说还有可能有一些大型的废弃的沙发，还有床垫这一类的。我想在这个风景特定区这些应该都不能存在了哈。所以说你想一般生活废弃物污染性的是不会到那边去。是目前是这样子吗？是，没错。那为什么会被纠举到一些纠举，像我们万源早上有提到嘛，被纠举到一些。之前有一次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可能是只有一次吗？当时调度到新荣去的那个，可能是因为分类没有完全还怎么样，被退回来重新要去做筛选。我想你们在管理上要特别注意我们会特别要求我们。再来如果说要寻找替代方案的话替代的地点的话，这个高地风景特定区实在是不宜我想市民的意见一定要去尊重了了解。好，这个部分不会去跟你搁置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回馈继续执行但是一定有污染嘛，造成大家观感不好一定要优先来找一个替代的一个埋设场址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请陈美美议员。好，谢谢局长好，因为主席，谢谢主席好，谢谢局长好。有关于那个会计这边的这个掩埋场，局长你知道我们那边的，因为我是住在那个区块啦我们那一边就是大会计区它其实是有两个，一个目前是已经做环保公园，但是这长期以来还是地方上的一个痛啊，因为它这个水地下水也污染了嘛你们也时常要去监控它这个渗流水那目前这个会计里这个区块的这个掩埋场的部分呢目前好像还也是持续也有在做一些可能废弃家具还各方面的这些堆积嘛那目前这个部分呢你后续到底要如何来处理啊？跟玉州报告因为它是属于使用中的掩埋场，我们会保持这个掩埋场它有一些适当的一个调度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桃园地区需要做一些紧急调度的情况，所以我们会让这个平常的这个比如说像家户垃圾、生垃圾，我们不会让它进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尽量直接进到我们的焚化炉去处理。那因为我们现在焚化炉的处理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才有提出要盖地要做焚化炉的需求。那将来如果说我们的量都足够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把暂置的那个部分的量都把它移走，那尽量就是让一些掩埋场可以将来就是可以活化，会变成环保公园。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说因为桃园好不容易有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两个垃圾掩埋场
让桃园的哈，尤其是靠近虎头山这个区块哈的这个地下水质啊哈，各方面哈也都长期受到污染哈，是希望说哈未来在新的这个焚化炉哈盖好之后，能够会计区的哈这个掩埋的垃圾掩埋的部分哈也能够把它拿去做相关的焚化，啊把这个土地再重新富裕回来。我们会整体来做一个规划。好，谢谢。是一座。好，谢谢。我们请黄婉如议员。那局长，我请问你哦。一座好。到底是掩埋还是堆积？它是一个掩埋场，过去以来它就是一个掩埋场，但是过去的我是要知道现在。我跟一座报告，过去没有焚化炉的时候，垃圾都直接用掩埋的嘛，然后加上每天的覆土，可是当我们盖了焚化炉之后，我们就把焚化炉把垃圾进到焚化炉去烧，那烧完的底渣我们再来做一些掩埋。那现在呢？那现有的这些掩埋场没有把它封闭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确还有一些暂置上的需要，所以我们有时候焚化炉没有办法直接进去，比如说我们岁休期间啊需要做调度啦、啊，哦，那我们就比如说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下把街道的那个垃圾或者路树啊倾倒的部分，我们要做清除嘛。不要占用我们的那个街道嘛，那你总要让它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所以我们暂时就是还没有封闭的掩埋场，它就让我们有一个灵活调度的空间。局长，这个名字是掩埋场，在环保署那边列管都叫掩埋场。对，那实质是暂时的堆积场，是不是？是。那你堆积，对，那你堆积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快就会消化掉？它有一些进跟出的状态了，所以我希望哦，你能够讲清楚，是到底是掩埋，是掩埋什么东西？没有埋，没有埋，没有埋，没有一直下去，对，暂时放在，比如弹簧床垫，暂时每天要清弹簧床垫呢、啊，先进去，先暂置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也会有人去那边拆弹簧床垫，把里面的那一些弹簧啊，可用的东西，金属类，把它回收。所以它是等于是我们一个作业场所了。我希望哦，真的能够尽快哦，能够让附近的居民哦脱离了这个梦魇哦。然后真的你讲的掩埋场，真的这个垃圾一直掩埋，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一直掩埋，你要堆积到什么时候？没有埋，没有埋。你想说实在，我们去环保公园、啊、因为那个场地的名字就叫掩埋场。去环保公园，有时候从底下还会冒出一些臭味来。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说是用掩埋继续掩埋下去的话，我看哦，真的民众还是会去抗争的。了解。所以我想哦，真的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桃园的大家环境的生活品质哦，希望能够赶快哦把这个定出落日条款，把这个迁到别的地方去。跟一座报告了，好不好？我们从交通收来了、哦，还是要有一些地方可以去拆解、啊。然后第二个这个。对了，我们也已经给你们堆了十几年了，对不对？第二个掩埋场，第二个垃圾焚化炉哦，也希望你们赶快哦，在短期之内给它完成。好，谢谢一座。好，谢谢哦，请黄景熙议员。啊，多谢主席，局长，一座好。我受阮同区所有的议员拢十分的重视会计垃圾场这个预算。包括六十八页七百几万，甲六十九页一百七十几万。那么拄只林正峰议员嘛，甲我讲，甲着来讲啊，伊讲呾这两个科目拢共款，你呾恁到底是做了啥？我直接借这个机会要来甲大家说明一下。那么这个虎头，这个、古早叫做虎头山的掩埋场。那么这个掩埋场呢，是长久以来，拄朱立伦时代，我就一直拍。拍到这桶金，为什么今仔日的南港街，今仔日南港街未啊？这个整治未清，其实绝对不是孤山工业区那边的啊，生活污水也好，工业废水也好，无做分流。上大一个原因是啥？就是这个会计垃圾场顶头啊，根本就无做好很好的污水处理设备。那么地主讲每一处。落雨的时阵啊，那么雨水也从顶头流落，下骹就走雨水出来。那么这个雨水
当然爱排除他，排除南崁过去。所以讲，这个预算，那么希望环保局会当真真正正来重视。除了编这个68页跟69页，这个回馈办法以外，拜托的，赶紧做一个计划，要安怎把这个生垃圾的这个掩埋掉啊？赶紧来个移除，啊，甚至讲做好这个污水防治设备，别卖讲雨水都顶头来，那么污水就都下骹出来，安尼好阿莫？好。好，谢谢黄景新议员哦。68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哦，刘茂群议员。解释一下巴德的掩埋场，这些钱怎么使用？去年的怎么使用的金额，告诉我好吗？报告议员哈，那巴德这边的部分主要有四个里的部分哈，那他在这个额度的部分，他每年都会提出他运用计划。那在今年105年度的部分呢，他们提的运用计划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里民志工队。巡守队相关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训练跟观摩。你把去年的用的金额念出来给我了解一下。今年的部分。今年 你念出来给我了解一下。今年的部分那个大安跟大竹里的部分总共是210万。嗯。好，然后另外的部分，他们这个部分是办相关的里民的环境教育宣导活动。嗯。那另外还有200万的部分哈，其中大安跟大竹里是各60万。然后大发大南里各40万的部分呢，也是办理相关环保志工的环境教育。我希望我需要整个的桃园、巴德、龟山的这三个里所有使用的经费，去年跟今年的，好不好？好，好，让我了解一下，谢谢。是，好，谢谢。68页还，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过。69页有没有意见？林正峰议员。刚才黄议员提那个案。你69页的那个公共建设及设施费，第二项167.9万、啊，你的说明跟刚才68页的792.1万说明文字一个字也没有差，你怎么是编？怎么医生怎么编的、啊？跟余座报告一下哈，这个运用计划是这个总共8个里的一个里长提出来的106运用计划，他计划都已经先提出来，那有分经常门跟资本门。前面的792万1000元，这个是经常门。现在在第69页看到的167万多，这是资本门，所以是经资门分开来做编列。那你说明要说啊，是设备啊，是对不对？你说明完全没有改变，我们说哪一条？是依据那169、167万这个，依据周边回馈相关经费，你就说会计里热场相关设施改善经费，我没意见啊，对不对？你两个科目解释全部一样，我让你过。我们原在睡觉、啊。提出其实文字修正，我先搁置了。提出文字修正。那我们现在做文字修正吗？林正峰议员。好，那林正峰议员主张先搁置167.9万哦，桃园区会计垃圾掩埋场回馈周边住户相关经费。是有没有人复议？没有其他意见。陈美美议员，陈美美议员，我们是不是把它备注资本？谢谢主席哈，局长，我想请你说明清楚，因为原先在乡镇市公所的时候哈，它总经费是整个是800万。啊，后来为了地方上的这个因为是回馈这邻近的里嘛为了方便地方的一个使用，所以他把一个是事务费，一个那个设备的相关的费用，可以再说明清楚吗？让林议员比较清楚，或者是说你们这个这样执行的部分到底是怎么执行？可以做再报告一下，我想因为在。说明栏里面的文字是一模一样，所以让议座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检讨的地方。我很抱歉了哈。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来文字的修正？就是第二个部分，我们把它注明它是属于资本门的部分。那前面那个部分，我把它注明是经常门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对当地的这个
八个里的里长跟里民他们所提出来的在经费使用上面他们的一个需要，有部分是用经常门，有部分是用资本门啊。那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区隔，造成议员的这个没办法立刻了解，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可不可以允许我们在后面用备注的方式，一个把它注明经常门的使用，一个是资本门的使用？好，林正峰议员。不对嘛，你前面是补助回馈金给回馈租户的，你后面解释也是一样啊，你可以改说相关设备就好了嘛，对不对？设施改善啊都可以啊，对不对？我说我跟你搁置，你现在是奥组会提出来修正，我们让你通过嘛，别浪费时间了、啊。好，请环保局做文字修正啊，后面好再提出来。那167万9000，搁置没有意见。好，范刚祥议员，请范刚祥议员。我想是这样子哈，虽然说是要提搁置了，不过我觉得刚刚局长其实有些地方没有交代清楚的哈，我还是希望环保局在这个部分要讲清楚，有关我们的会计的这个掩埋场，按照我们这些掩埋场的相关的设施的标准，是应该要有不透水层的，它应该有一定的覆土，所以我们刚刚有议员有提到，所谓下雨的时候会造成渗透，以至于它的地下水流出会流到南坎溪的这个部分。我在这边问一下局长，请局长就这个部分做清楚的说明，因为这个涉及我们当初整个掩埋场设置的时候，我们按照设置要点嘛，对不对？掩埋场下面会不会有不透水层，防止它的渗漏水流出去，有还是没有？跟玉作报告啊，我们掩埋场有两种，一种就是卫生掩埋场，当然就是要符合刚刚玉作所提出来的这个设施的部分。我们这个掩埋场就是属于卫生掩埋场。所以它确实是有不透水层的，有美入的覆土，在当时的操作是这样。那目前我们已经不再去掩埋这个生垃圾了，所以没有。所以应该没有所谓的。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卫生掩埋场，所以没有所谓的雨水经过我们的掩埋层渗漏到南坎溪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刚刚就是在不满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没有讲清楚嘛。因为这是按照规范，我们就不应该出现东西。我跟你讲，我们要是容许雨水进到掩埋场之后再到南坎溪，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子而已的啦。是啊、那是涉及我们以前设置这个卫生掩埋场的这个环保局是明显的失职，所以这个部分要讲清楚。是，没有这种事情，很清楚了，有还是没有？没有，没有哈。我们有机会说明清楚了。现在我们的表面，我们现在的表面的降雨应该是直接地流。对，径流会跑到导水沟嘛，变成雨水出去嘛，是是去，它不会去经过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讲清楚，要不然好让我们这个议员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哦，实在是不行。那另外，假如说对本议会有关这个雨水下降之后所造成的渗漏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不可以承诺办会刊，让所有的议员去了解它实际上的所谓的水流的方向的问题，可以吗？可以。好，我希望说明清楚啊，谢谢。好，谢谢范议员哦，我们请万美玲议员。我想那个局长，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的备询啊，就讲得不清不楚。哦，即便是这个会计掩埋场，我们桃园市很多的议员，我们对当地的状况都很了解。那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去会看过很多次。那这个会看，不管是虽然刚才在讲这个雨水，并没有到想象中这么严重，说渗漏了以后，然后流到南坎溪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每次一下雨，的的确确是有一些些这个脏水。那么会到这个流出去，或者是在这个沼气过重的时候，它自然非常多次。我想我们大有分队也出勤了很多次，都出去掩埋这个都是去这个灭火。那么我想不管是今天哦这个污水也好，它的的确确是有一个臭气。那不管是这个沼气过多，然后造成我们这个空气的污染也好等等，那在嘉义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掩埋场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些困扰，的确让我们这个八个里的里长常常都被骂得狗血淋头，那么常常都在三更半夜的夜晚，那么被里民臭骂，那么常常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必须因为你这个掩埋场这边产生的所有的负面，给我们这个里长真的很大的压力哦。所以呢，局长，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再说清楚，你为什么会编这个预算？那么这个预算编出来的意义在哪里？可不可以给你点时间，你再说明？那我也希望哦，因为我们今天在座桃园市议员真的也很多，那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地方上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需求，我也希望说议员同事能够
再听一下局长的说明之后了解，那是不是这笔预算可以不要把我们搁置，好不好？局长你先说明一下。好，谢谢议座。我想首先要说明，就是我们这个掩埋场，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再用生垃圾再进来了。那当时设置的时候，它是一个标准的卫生掩埋场。所谓卫生掩埋场，它一定有规定，就是说掩埋场的底部在使用之前一定有加不透水层。它目的就是怕说垃圾因为下雨的关系会渗漏到地下水土壤去，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地下水。所以当时是一个标准的规划。那每天掩埋也都会加上这个护土来避免这个环境的污染，所以当时在操作生垃圾掩埋的过程当中都是符合规划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进生垃圾了，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暂置的场所。比如说我们如果好，那局长，我刚刚所说的，我想八个里的里长跟你开过很多次的会，对，对不对？为什么开会开了这么多次？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些污染，让他们挨你们的骂。我们为什么去会刊那么多次？上回我们还有在假日好几次我们都去会刊嘛，对不对？是你不管它的空污，后来垃圾再进去，那以及你大型的这个床垫在那边堆积，造成了很多的负面问题，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讲。那这都是为什么你跟里长开会开了那么多次，所以我们才有这笔这个预算的回馈金嘛， 对不对？对，我们需要当地的里民能够配合我们，所以我想也跟我们议员同事大家讲一下，那因为这笔回馈金，才可以稍稍让我们的里长可以跟大家里民交代，里民才能够稍微去交代这件事情。林正峰议员，我并没有要删你预算的，刚才听你们议员解释了。你这些钱是要买东西给住户的啦，请问买东西给住户，现在这个建设及设施可以核销吗？对不对？我说你解释清楚就好了嘛，不要再说说下去了，越说越麻烦，我没有骗你啦。你买设备可以编在建设及设施吗？我没有意见，你解释好可以过去就好了，不要再讲。好，那我们请局长解释好不好？局长。请你再向议员解释清楚。跟议员说明哈，这个之所以编列在资本的部分，主要是因为里长是当地的一个使用需求部分，他会把这个用在资本门的建设上面，包含可能里面的一些工程上面的部分哈，他需要做一些提供一些绿美化的设施给里民的部分，在里面做。好，那甚至他可能会买一些设备是属于要达到资本门要编列公务财产的这个所谓设备的部分，所以会编列在资本门。那吴宗宪议员，局长跟科长很好啊，您议员桃园的议员都跟你问得很清楚啊，你也做得很好啊。我想请教局长关于那个暂置场有没有像这样的设备，地下有没有，地底下有没有铺什么，有没有？观音目前的一个保障掩埋二期，它现在使用是二期，二期的是标准的卫生掩埋场。二期，现在是二期场。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设备？有。设备到哪里？设备当初设备预估多少？当时除了挡土墙设备以外，它在使用之前下面有铺不透水层。对啊，它预估能够容量多少？它这个详细数字我可能是不是可以会后提书面资料？因为这数字我没有记起来。绝对是超过。我觉得你这样的设备真的，你把人家污染到整个海面都是喽，那边出去都是海，对不对？它离海岸的部分大概有几百公尺，是几百公尺哦。原来早教这些就是你们这些啦。其实我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宝山那边的掩埋场，我们仍然有做地下水质的监测啦。所以请议员还有那个有处理厂，局长，我们一起再来会勘。好，没问题。我觉得你讲这个这笔经费啦，基本上真的你就是写跟这上面700多万的一样，完全文字都一样。人家要的不是不让你通过，要的是你把它修正而已。那你就照修正就好了嘛，这个就没问题。那你来观音的你比照给我们办理。好，了解，好不好？你现在税收的堆置，桃园几乎都没有了，桃园区没有还那么多经费，我们观音区啊，500多万的经费，
我觉得很丢脸，我都不敢回去啊。我们讲实话，局长，不是为了我啦，为了遐地方的人啦，为了大自然的生态啦。税收3000多吨，是吗？以前绝对没有设计那么大的，请不要污染我们地球，不是污染观音，空气不是只有观音人在吸，它会飘到大园、新屋、桃园。可以做报告，所以我们才负责任的要提出一个、污水新建污水整个海面上的整个海面上都会有污水。那过渡时间我们会做好，不要过渡时间。对，我们明年度你就要去处理了。否则你税收期间东西不要进来。我了解。你没有弄好设备，你怎么可以把垃圾暂置在那里呢？对不？啊，你这个已经处理到遐好，还佫无暂置的了。你只是对那一些而已。真的编了预算，人家桃园的议员有人都叫你要做成公园。好，我们真好，谢谢哦，谢谢吴宗宪议员哦，我们针对。针对这一笔1,679,000的预算哦，那个，请问林议员，删除。但我叫你主动提出文字修正，我建议你修正的，你修正不是我修正的哦。桃园区快溪垃圾掩埋场回馈周边住户，相关增加一个设施及设备经费了。就是文字修正，你提不是我提哦。对，我们是我们加这样的文字，哎。那局长做文字修正。好，桃园区会计垃圾掩埋场回馈周边住户相关设施及设备经费。好，做文字修正有没有异议？没有，那我们请卓主任附送一次。哦，再附送一次啊。桃园区会计垃圾场、垃圾掩埋场回馈周边住户相关设施及设备经费。好，那林正峰议员同意，撤回搁置案，主张文字修正，有没有异议？没有通过。69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蔡永芳议员。好，谢谢哈，谢谢大会主席哈。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在门口哈，我们那个农业局哈在等哦，因为按照今天的进度哈，请人家等，因为他还有很多的要事要办哦。我们可以请那个农业局先回去嘛，因为下一个局是交通局嘛，好不好？嗯，应该审不到，有。应该没有意见嘛？没有意见哦，哈。好，谢谢啊。可以啊。謝謝好，那今天我们请农业局，先请回那个公务要紧哦。好，接下来69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没有过。哦。苏议员，可以哈。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70页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苏翠玲议员。对不起啊，其实是连接到前面那个69一样啊。你在对特种基金补助里头啊，其实在69页最后一项你就有一个350万啊，那你后面又有一个这个6,394,155啊，那都是要这个清除积聚、新增购或者汰旧换新啊。那你这两笔费用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开？那你到底是什么样要添购什么样的设备？我们也都没看到啊，所以我动议这两笔啊就搁置啊。前面那笔还可以搁吗？我们请你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我们看好不好？跟议座说明一下哈，在前面第69页这个350万这个部分哈。它的一个经费来源是从我们的资源回收哈变卖的这个部分的金额哈提拨到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专户，那这按照废青法的规定哈，那必须提拨进去的。那这提拨进去主要是要提供给我们环境清洁稽查大队这边要汰换相关的垃圾车、资源回收车
或相关所需要使用的重机具。所以我就说你把那个你们相关要这个汰换的汰旧换新，或者是要这个什么采购的这些设备啊，你可不可以是这个先搁置？你把那个资料先给我们再说，好不好？我动议搁置，谢谢。苏议员，你现在提的是七十页还是？七十页。我们用哦，七十页哦。639。600，苏翠玲议员4155所提的6394155哦，本市清洁清除机具新增购或汰旧换新经费，主张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过。七十页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过。七十一页有没有？请苏翠玲议员。这个对国内团体的捐助啊，105万啊，这个办理巨大废弃物跟资源循环业务相关评比奖励金，那奇怪，这为什么是对国内团体的捐助啊？是你们是给哪个团体办这个办这件事情、啊？我们跟议座报告哈，那我们桃园市是有全国哈独一有辅导哈民间团体来成立巨大废弃物休息站。好，巨大废弃物休息，它针对你巨大废弃物，今天刚上午的时候你讲，不就是什么大型的树枝啊那些，那它是到哪里休息啊？我们是有两种做法哈。那基本上回来这些巨大家具这些部分，如果是看起来可以堪用，稍微再整修一下，或重新油漆一下、彩绘一下，可以再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会进到休息站里面去，好，就休息之后重新再做使用。那如果它已经不堪用的部分，就会进到掩埋场里面去，好，做一个暂置跟破碎。所以我们希望整个一个物质的部分可以再使用就再使用。你可以再使用的那个部分是谁使用？我们这个部分会借由跳蚤市场的部分去拍卖，或者直接捐助给低收入户、弱势团体、弱势家庭来重复来做使用。由他来判定可用还是不可用？这部分就由修缮的这个团体，好，或者是我们的中队，好，来做一个初步的判定。哦，那你每一年拍卖掉的金额有多少？拍卖掉金额我们还要可能还要再做一下统计。我们这样讲哦，第一个，我建议这笔我提议这笔预算搁置哦。第一就是你就近啊，透过这个休息站，然后去判定它是可用还是不可用，这个然后可用的去卖掉之后的费用是多少？如果那个费用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万啊，那我觉得。你再花一个100多万啊去做这件事情，好没什么意义嘛？那你不如就直接干脆送给人家，谁要就给谁嘛，哈，对不对？你就不用花这笔公帑来做这件事。那第二就是说，你到底是委托给谁？你国内团体是有哪几个团体啊？然后一直都是这几个团体吗？还是有不同的团体？他是要用招标的方式，用公开评选的方式啊？我们现在都无从得知。所以我想这笔预算提议搁置，然后请你把。每一年这过去这五年来，你们这个巨大家具啊、或者这些这个什么树枝这些，反正它能够回归再资源再利用的那个费用有多少？然后你这个是给哪几个国内团体？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给这些团体的？好不好？我跟议座报告，我想我们提供资料没有问题，我只是要表达一下，我们让这些资源物延续它的生命，可以重复再使用，这是我们的用意啦。不纯然是从经济诱因钱来衡量，跟议座报告，经过我们修集，就是修复的修，然后让它可以重新给它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再让它来使用。很多弱势团体也需要我们提供给它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等同用价格来衡量的。是我们提供资料给议座，好，谢谢议座。那还是请环保局哦，尽快补足资料给议员哦。那我们先来处理。那个苏翠玲议员所提议的105万办理巨大废弃物及资源巡业务相关评比奖励金之预算哦搁置案哦，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人复议？没有意见，好，搁置哦。七十一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徐玉树议员。好，谢谢主席。局长好。局长好。我再请教你一下，电子湖垃圾场最底下这个那个回馈金的部分
我能不能请教你们，你们回馈金这个部分是怎么去运用？我跟一周报告哈，龙潭电子回馈金的部分哈，大概分成几个面向。第一个部分就给住户的这个现金的回馈部分，那它有分一二三级级区的部分哈，来做一个不同的一个回馈金额。第二个部分的话，它针对以前公所认定的部分，在周边有些农地的部分给予一些补偿。好，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们相关的一些环境教育观摩活动哦，或宣导活动的部分好的一个经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当地有一些自来水没有管线到达的地方，它有六口地下水井的部分，它水井的电费的部分我们有酌予补助。好，那你这个会后哦，可不可以把你这个你怎么样去做分配，怎么去执行这个部分，给我一个明细好吗？好。再来就是哦，这个里面有没有包括像这个那个叫做杀虫液这个东西？有包含。有，那我请问一下哦。电子和垃圾场回馈军区的这个杀虫液，那在今年一直在期待说赶快这个东西要发放，就到去年，不到今年的上个月，现在十一月嘛，十月份才发下去，为什么？原因是什么？跟一周报告哈，那这个主要在采购作业的部分哈，那但第一阶段部分我们要局长，这你能接受吗？因为成购的部分。我今年就要动资的一个预算，对不对？一月份就可以开始去着手进行的东西，夏天是蚊虫最多的时候，结果是因为你们的这个作业的问题，结果上个月是十月才把这个杀虫液发下去，所有的回馈区的人都莫名其妙一直吹到我也跟你们反映了，没有发下去，你能接受这种做法吗？我们要来改进的。再者，我再请教一下，现在你们这个树枝到底处理到哪里去？几个垃圾场有进树枝？目前大概有六个会有进树枝，六个埋场。好，那你们要进到垃圾场的话，一定也有它的。像电子湖，你们进树枝是在另外一个厂，但那个厂它是一个山谷，你们那个到处再来的树枝，就这样往山谷底下一直倒，哎。我觉得这不对吧？如果今天老百姓，我看给你们罚死掉了，可以这样做吗？没有水保的问题吗？这底下有住户哎，是不是应该有更妥善的方法？局长，我们对操作工作上不能清楚，去看一下好不好？好，怎么可以山谷这样一直倒树枝嘞？好，那我们针对71页预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刘茂群议员，局长，我要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巴德的垃圾掩埋回馈金，麻烦你从去年今年的所有使用情形资料给我，整个桃园的，好不好？就从中立的、巴德的、龟山的、龙潭的，麻烦都给我。是。好，谢谢。好，谢谢刘议员。好，刘仁兆议员。好，谢谢主席。好。局长，我简单问一下哈，关于那个第0451损失及赔偿第二项的部分，25万，平镇区垃圾掩埋场入口道路占用私有地土地补偿费的部分，是，这应该是一直都有是吗？对，是，这是改制以前当所有的平镇公所的部分跟地主这边签的一个相关的。那还有几年？因为这个部分主要是会使用到所谓的入口的部分呐，所以。因为那个部分还在做一些进出了哈，所以只要我们有在进出那块土地的话，基本上都要付这样的一个。哦，所以这个不算是征地费，算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哈，这是使用费的意思哈。所以就是说，只要有使用，我每年都要付25万的哈。好，那这个目标，这个意思我了解。那第二步我想问说哈，因为其实往下看到很多的时候掩埋场回馈金的部分哈，那你们有定各个掩埋场回馈金都有定实施要点吗？那是不是有这种掩埋场就会有这种回馈金？是有在使用中掩埋场就有定这个回馈使用中，那剩下的那些掩埋场都还有在使用中吗？比如说像中福的部分，有中福都有在使用中。那平镇的部分呢？平镇没有使用，所以要点就是说原则上有在使用的就会有这个回馈金。好，那让我清楚。好，谢谢。好，谢谢刘议员。林正峰议员，你说好。这个垃圾场回馈金我刚才讲过，很多是以前乡镇市公所定的回馈金嘛，对不对？垃圾场现在都没有用了嘛？你们说，就台湾来处理树枝啦、
一些家具啊，哦，所以我那个副市长，我建议你啦，全桃园市的家具收容所，那定一个两个集中就好了啦。啊，那个树枝也要集中啦，那树啊贵不有钱呢，回收再利用啊，对不？你可以找一个地点，桃园来集中一个区，看哪样那个要回收使用，就拿去自己去拿，对不对？用第一条，其他可以做其他使用啊，对不对？已经分离以后做。